你什么意思？刚刚你今嘛要跟我绑票，还是软禁？你想好跟安尼做？要当然跟安尼做啊！为着要替宋浩争取伊的自由，我什么代志拢敢做？你要做什么随在你，瑞迪，我绝对袂离开这间厝。你的名片有够厚的，我真正唔知啊，正好奈何你这款的查某人低调调的。这就是你穿好的早餐，正好应该无叮当过，就出门对无？你敢有想过，一个查甫人的胃，你拢抓袂住，不管抓袂住伊的心。正好根本就无介意食这种老岁仔人食的早餐。你跟我伫个饭店过暝的时阵，我拢叫 room service， 一起过来就要啉一杯黑美式。然后加新鲜果汁，加欧姆蛋。啊，不过正好像就囡仔同款，哪食哪耍，一直要甲我约转去眠床顶。早顿食甲食甲，食甲变成中昼顿。安怎？你阁无爽快是毋？你哪会毋赶紧出去求救啊？别拢是查某人，我替你感觉足悲哀的。你无爱让别人好过，嘛唔肯放家己煞，安尼对大家到底有啥物好处啊？好啦，我一起床就这尔认真咧考考你，我考感觉巴肚足枵的呢。看你七早八早就起来准备早顿的是咪？我若是无食，就讲袂得过啊！那这啥物意思啊？我无睬你诶，真正足歹诶呢！我当作你是媳妇啊，想袂到你阁会互我好看。好啊，那恁咱看，谁较厉害？你别换人！虽然我即马袂用过你通奸，啊，不过我通过你私闯民宅。你若是敢卡着我，我着过你伤害罪。你遮尔啊捌法律哦，哪会去互我失格去啊？放心，我袂甲你拍。我只是爱你甲涂骹物件收收的，啊，若无，若正好回来，你就会无欢喜的呢。这不需要你交代。你知影你家己的本分，安尼就好啊。你即马伫咧这间厝上大的功名，就亲像个脚手人同款。房间有我甲正好，换落来的衫、被单，嘛用垃圾去啊。你等下爱记的，甲伊摕去洗哦。啊，不过我身躯顶的这件衫，可能爱等正好回来替我脱。你即摆穿的衫，是我买予正好，你根本就无资格穿。啊，无怪廖生这么差。不管哪讲。即马是我咧穿，穿正好穿过的衫，就敢那伊伫个甲我烂条条的，真正足亲密的。吴佳文，你应该真久无这种的感觉了吧？
你甲我听好，你若一天无离婚，我就会想尽办法来折磨你。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你过好落去。啊，不过我着毋相信，十年、二十年，你阁挡会掉。这是长期的抗争，你要想清楚。你要长期抗争，我就陪你。只要我一天无甲正好离婚，你就无资格，嘛无权利和伊做伙。不管是三十年，还是五十年，张正浩永远是我的翁。甚至最后，伊的墓碑顶悬写的，也是我甲伊的名。你可怜的伊待伫个倒位，你拢唔知影。你即摆是咧纠缠张浩是毋？我是甲事实讲互你听。好，那咧咱看。谁的命空的？谁会当冻较久？哎呦，安怎？巴肚枵的吼？你也当枵你家己，啊，不过巴肚内底的囡仔绝对袂当枵着。你紧出门买物件食。是讲这个囡仔真正足可怜的，有你这种。查某人做伊的妈妈，硬要霸占别人的查某人，别人的厝嘛，甲伊占条条的。你这是去食你官庙公？这间厝是我甲正浩阿哥囡仔的厝，占条歪走的人是你，唔是我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哪会连家己的房间拢唔敢去，连出门拢唔敢出门？你若是真正有才调，你一世人莫出门，归去，甲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伫遮做伙枵死。啊，真漂亮。就无法度顾入来，你就一定唔敢出门去食饭，你根本拢无顾虑到你的囡仔。这明你也替我操烦，不管有啥物办法，我拢会照顾好我的囡仔。你若无物件食，你阁会当安怎？你即摆一定足后悔，你若歹甲我过去，甲早顿卖掉，你家囡仔就袂巴肚枵啊。即摆我是好心，予你一个机会，我叫个披萨拿来，你若叫我，我若欢喜，我就予你食一嘴。披萨的钱，你给我钱要创啥？我是爱你，洪太华教我满意，爱你答应我，甲正好离婚，也不是你有钱，我就买甲披萨卖给你。就算你不爱卖我，嘛已经卖付我。伫个你困的时阵，披萨就一定送来，已经我吃完了。你。吴嘉文，无怪正好会这么讨厌你。你唔但无得势，你嘛真正足无品的呢。既然连别人的物件拢要偷吃，既然你知影别人的物件袂用偷吃，那呢你更加应该要知影，我应该甲别人的翁学袂来。你莫转移话题，我袂顾你切到。你要搁做，你去搁。看要赔偿偌济，我拢会负责到底。
拄则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不管有啥物办法，我拢会甲我甲囡仔照顾好。你笑我唔捌法律，那安尼我请问你，你所做诶代志，敢拢无法律诶问题？感情本来就无对啊，是毋对诶？无应该互法律约束，爱就是一切。即摆正好唯一爱诶人是我，我对伊诶感情嘛比你超过一百倍，我搁较输陪伊。你为着要做细市娘，你毋肯放伊自由，你真正有够自私诶！我从来都毋捌去妄想啥物新市娘诶身份，我是希望互正好幸福。你无能力互伊幸福，你根本配伊袂起，你毋肯放手是毋？我即摆就互你后悔。让你知影，跟我作对是有啥物的下场。二姐，妈有炖鸡汤，问你有闲无？要倒来挂一鼎转去无？啊，阮大家哦，这两天人无较爽快，等伊若较好，我才转去啦。啊，恁饮就好啊。恁大家是安怎？敢是流感啊？啊，无啦，小可感冒尔。好啦，那安尼你家较注意个，唔通去传染着。这一波流感吼真厉害哦，进前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拜拜。等起来啦。二姐，我话都还没讲完，怎会着急甲我拜拜？你是伫咧着急啥？无啊，我哪有着急？我了阵你已经讲煞啦。好啦好啦，无啥安尼。二姐为啥物感觉怪怪啊？讲话无啥专心，佫着急要挂我电话，敢有啥代志？佳韵，啊，这姐哦，佳文，啊姐，互你摕转来。二姐，伊无要转来。伊在工开心。毋是啦，伊讲因大家人无爽快，所以无要转来。啊，毋过伊嘛无讲因大家是得着啥物病。遐也着想，啊生迄种不好囝。无病嘛好，气也有病。你伫伊的心目中，是毋是跟我讲的同款？正好，那也是恁啊。妈，嘉文，这何里间来在家？啊，厝内面也不安呢。你哭嘛无路用啊！只有甲离婚协议书签好，大家才唔免遮尔啊继续痛苦。王彦希，你啥来伫遮？你甲我解释清楚。有啥物好奇怪的？是正好拜托啊，甲伊带做伙，所以我才是这间厝的女主人。你抢人红婿，阁是安尼嚣掰哦！你敢甲我拍？你莫叫是讲你是老大人，我就唔敢甲你拍。你今日亲门大户来糟蹋我的查某囝，我要跟你拼！安怎？你要嫁啥想？好啊，你嫁啊！这是恁囝婿的衫，你嫁啊！我才不是要嫁衫，我要剪你头鬃了！你不要这样！你别出声！你要冲我老妈后背来啊！正好你要欺负我呢，你即马来，我就唔惊因啊。张正浩，我问你，这狐狸声公是你叫伊搬进来，你大声无？
你莫开嘴啊，嘴了好你听，人先生有名有姓，恁国家人是不知什么叫尊重名。张正浩，我二姐同意原谅你，是要给你改过的机会，你竟然一错再错。我甲嘉文的婚姻若继续落去，则是一错再错。我看你大汉的呢，我安怎就想袂到你会变作一个忘恩背义的人？你像我这个，代表恁五家所有人对我假死过啊，也代表我以后无阁欠恁五家的温情，残无到最无人。无遐尼简单着，我要叫嘉文跟恁两个通奸，无要还恁遐尼好过啦。你这狐狸精是笑什么呀？你若是搁笑吼，我就用我刀给你问落病。嘉云啊，我刀去提来。好。恁莫有白来哦。我爱笑，遐是因为恁拢唔知影状况啊。吴嘉文已经签和解书啊，要怪哦，就怪吴嘉文唔捌发落，就是因为这张和解书，因这半年以来无法度告告阮啊。嘉文，你跟我讲假事嘞？王爷是，你跟张正浩站着串头好势，要用这招来去跟我二姐哦？我是不得已啊，要怪，就怪你小弟用这尼啊下流的手段来对付阮。阮若是无想办法保护阮家己，阮就让你这顶皮皮小林拆家落败。你讲啥皮皮小林啊？这是阮兜啦，你若是要来泡茶、啉咖啡、抬杠的，我是真欢迎；若是要来找麻烦的，麻烦请出去。你个，这件事干你个，你唔通袂记呢？偷鸡馆是阮五家出的。我着知影你会用这条钱来跟我讨零钱，所以我真正着无想要收。无要紧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加倍幸运。袂欠恁五家一届，唔免等以后，恁摕偌济钱，这条钱我替你还。